老婆，前两天租咱们家房子的女孩给我打电话说，今天晚上能不能帮她去搬一下家？你不会介意吧？我不介意，人家租我们房子，你帮她搬家很正常。你去吧。哎呀，我就知道我媳妇儿也是非常的通情达理。她说那个搬完家之后还想请我吃个饭。那你吃吧。他租我们房子，你得了解他是好人还是坏人。去吧。哎，老婆，你真是太善解人意了，太善解人意了。那个，他说那个老婆啊，吃完饭之后，还想请我看个电影。是吗？那你这一来二去的，回来很晚了吧？那你把你搁家里的钥匙拿着。干嘛，媳妇儿？你不搁在家里面吗？你不在家吗？老公，正好我前男友失联了，失恋严重，我过去陪陪他。有可能今天就不回来。那我还是别去，别去了，媳妇儿。不行。